如你所见，我是东大陆地界的大王，管理整个东大陆的鬼魂。不过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其实我……大王，干了鬼！原来是老白啊，我还以为是鬼呢。回大王，我们确实是鬼。大王，您这样可不行了。如果连下属都怕，未来是很难开展工作的。我想老大王也肯定希望您能更坚强一些吧。父王，闺女，加油啊！老黑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必须要坚强起来。我吓到大王。鬼也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毕竟我现在可是地界的大王啊。真不愧是大王。那么，属下就带您去领略一下真正的恐怖吧。父王，您明知道我胆小怕鬼，为什么还要？女儿啊，你继承了我们一族的血统，统领地界的职责非你莫属，你一定要加油啊！父